假使讲我若无用唔对，这两支手机啊，其中一支应该就是阮志同的。钟俊，你甲试看卖，输入志同的密码。我试看卖，我甲志同的手机啊，密码是同款的。王如奇，你干嘛搞解释些？想让子彤手机在你家？我正常的讲你有问题啊！即马看起来你的问题真正是足大的，要不我真想无呢？你跟阮子彤应该是无冤无仇啊，是安怎你一个查某囡仔尔会安尼陷害伊啊？你跟我讲，是不是你背后有什么人的技术？若是有人逼你，你赶紧讲。你若遇到任何困难，我会帮助你。你也知影的，梓潼即马出代志啊，你是无法度先别责任的。所以有什么代志你赶紧讲，安尼对伊才有帮助。甘哥，甘哥真正。爱我甲你跪，你才愿意讲心。阿姨，妈，如是，你紧讲啊！根本这一次真正是在变鬼，我真的信任你，我一直替你讲话，一直替你辩护，结果呢？结果这一切都是你的骗我。你到底是要讲是唔讲啊？还是讲，你我直接让伊警察叫你才要开嘴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梓潼若是有什么死角惨，我看你要不要负责。如此，多谢你替我保管手机啊。你哪失去联络这么久啊？我真正随时想要辛苦的啦！哎，莫我这么近啊！我有淡薄感冒，我加传染给你啦。咱还是保持距离较好。志同，你总算回来啊！啊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是安怎阮大家都联络不着你啊？哎呦！恁想想这样啦，啊，我着去香港的时阵，迄手机啊，唔知影是安怎，网络足无顺的，我唔知叫如奇做我的窗口联络人，结果一个无细理哦，伊着把我的手机啊找个回来啊。啊，那安尼，如奇老实甲我讲袂好啊，是安怎要用 AI 后面的方式来骗我？啊，问伊搁伫遐半吞吐，我是愈问愈着紧呢。我嘛是啊。我拢为别的所在去想啦，想讲我强要掠狂啊！有看到无？妈为着你用我俩操烦的，所以不管你几岁啊，爱记出门在外，就是要习惯甲出来底保持联络。是的啦，造成你的误会，真正是我想过假后啊，因为梓潼姐伊应酬啉烧酒醉啊。我是怕你烦恼，才会大主大意替伊安康。啊，若是讲林老夫人，我是怕梓潼姐伊会挂心，蜡烛两头烧，我才无随甲伊讲啊。辛苦你啊啦！啊，是讲你嘛应该随甲我讲，卡免让大家误会你误会啊，遮尔深吗？那呢，先从我香港的饭店问的时阵，柜台人所讲，只有你一人独饮尔。而且你搁提早退房，迄是因为阮订两个房间啊。梓潼姐伊是用公司的名订的，你才会查无啦。啊，若是讲到提早离开，迄是因为我进前的公司无休遐尔济假，我惊去耽误到副总那边的工课。而且梓潼姐
伊即个去香港的资料，嘛爱先整理啊。就是安尼啦，我嘛无想要让如此为难，所以哦，我就叫伊先倒来台湾啊。哎呀，歹势啦，我伫咧香港专心拼事业，都无顾虑到恁烦恼的心情啦。想袂到你阁专工走去香港哦，敢是在怀疑我根本毋是去出差，是去做别个代志啊？不，你莫误会啦，我绝对无这個意思啦。我讲算笑的啦，我怀疑的我无代志啦，恁大家真正莫烦恼。如此啊，歹势啦，我拄则对你的态度真歹，互你惊着啊吼。不是，是的啦，我忙唔对，是我一着急，就对你歹声嗽，我应该好好问才对。阿姐嘛爱给你回一个实在才对。我嘛是啦，我无应该咧怀疑你，是的。啊，我上对不起你，原本应该是我爱相信你的，结果我煞。也对你起怀疑啊，是的。我知影你即马足生气，拜托你，给我一个机会。若是会当让你原谅我，不管什么代志，我拢会尽力做到。你哪会当凊彩讲出这种话啊？若是我，你给我2000万嘞。啊，是讲我爱你学狗叫嘞。好，我会做。你会考做好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因当有钱不是安尼用的。别走了，我拜托你别走好不好？我不是要等阮家有钱，我只是今麦不知影我要安怎做才会当让你别生气，因为我知影你无介意。别人怀疑你，对你无信任，这个是我完全踏到你的底线，所以我就惊的，我就惊你的外头做你走，我就惊你会比我比较中横中横的。是安怎你都会想到这面的方向去？你刚刚拢无怀疑过我？我对你的怀疑，即马毋是乎我。唔啦，真假代志，啊，佮有其他的。其他恁阿母的代志，真正毋是拢讲清楚啊。但是我一开始都是骗你的。这哪有可能？一开始是我去熟悉你，是我去甲你斗相共的啊。你也是我想过好啊。我无想要听到这款发好人卡的话，我是希望你会当原谅我，继续踮着我身躯边。如此，我真正无想要失去你，因为我的心知影，敢若你才经历的时阵，你会跳较足厉害的。咱好好留在我身躯边，好无？好无啦？咱好好吼。罗志翰，是的啦，我讲的白话话，早晚会变空的，到时阵你就会知影，我是一个恐怖的人啊。超强，我就是哦，跟着林子彤上困难的所在哦，是大家爱看到伊迄张半面。
想袂到搁较困难嘞，是伊个品味真正是搁歹个呢。规个房间布置个敢若粪扫堆共款。那呢，你着重新布置就好啊。迄是一定个啊。花弟只衫啊，堆衫啊，我拢爱换掉啦，我真正是挡袂牢啊。花弟，你有啥物需要，只是甲我讲，我会甲你斗相共。有你伫个哦，我着真安心个。嗯，保持联络。你是在讲啥？那你妹妹要出声哦，你搞假死哦！其实我拄只有弄门，只是你全无听到，所以我直接开门去排啊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哪个规间房间无干呢啊？我阿爹太旧换新啦，想讲甲物件整理整理。哦，嗯，那安尼，你拄只是咧甲谁讲话啊？是谁让你感觉做安心的啊？无啦，就一个手伤啦，因的品质足稳定的，所以我甲伊合作足安心的。哦，哈哈，原来是安尼啊！你看，你这两个在处理公司，真是辛苦呀。来，我专工添一杯饮料来给你。多谢，讲电话讲我嘴就大诶。那是螺蛳汁嘛？是安怎啊？啊，你毋是上爱啉螺蛳汁吧？我是讲那是冰诶啦，我月事来啦。啊，是嘞啦，来，我替你洗一摆倒诶。哎，慢啦慢啦，你莫玩我手机啦，我毋是讲我感冒未好。哦。要唔过因几下敢无好啊抱着你哦，我真正都想你呢。敢讲你是点仔拢袂想我？这个人规个头壳拢是迄方面的代志哦，真正是有够恶心。我当然嘛有想你啊，只是我惊你叫我传染着嘛。比起破病吼，我较惊的是我都好好珍惜我的水母。阿舅，阿伯啊，我真正好身体袂调啦。别不要紧啦，看起来你的感冒真正袂好诶。我拄则就甲你讲啊，若是互我传染着，到时阵该麻烦是大照顾咧。啊，对吼，你讲的嘛有道理呢。啊，无安尼好啦，咱来去浸温泉。啥？现今都是要创啥？啊，不是要做伙浸杯啊？啊，而且吼，浸温泉对于通血路走有效诶，会当赶紧来体内病毒拢甲逼出来，行。我毋是跟我院士来。啊，对吼，是的啦，无，咱来去坐牙齿啊，行行行。哎呦，我这摆喉咙刚刚就痛诶，我无想要出门啊啦。啊，对吼，你拄出差回来。一定做忝的吼。嗯，对啊对啊，你嘛较早休息好困啊。嗯，好啦，那安尼你嘛较早休困啊。啊，这下衫哦，我等下休息，我就睡困啊。啊，就安尼哦。啊，不是讲好啊，大家拢爱 kiss 个奶。啊，我嗯嗯，好，安尼有够有够，紧去困啊，好，好困。哦，好啦，那你嘛较早休困嘞。嗯。